会吗？他不理我，我喂你，我想说你喂他，我要喂他，他不回我。啊，你你就免吃啊。哦。看这个阿姨多厉害，她一个人喂两个。台湾好媳妇儿，我今小友去，我就抓到。真是个好舅舅啊！我讲台湾好幸福，我跟我讲啥？我吃袂落。我吃饱，我吃饱，我看饱。吃菜就好了。啊，就是没有菜呀、啊！我刚刚就是说。怎么都没有菜，然后他们就说这不是菜，这不是菜，我说的是绿色的菜。